七月，你这是躺到我腿上是干啥呢？我给大家讲个好玩的事儿哈。他看着这个抽筋的孩子躺他妈脚底下，然后他在这看看看看，他跟我在这玩玩玩，他砰一下就躺在我这脚底下了，然后还震着我的腿睡，看了吗？嗯，他可能寻思你有妈就你有妈呀，我也有，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啊？但是你看，他的确是。躺着吧。小七月不但躺在我的腿上睡着了，而且还打上呼噜了。跟动物接触久了，你就会发现动物真的特别特别的好，他们的感情很纯粹，一旦信任我们了，就会无条件的信任，而且会一直信任下去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跟动物接触，在牧场待着不愿意回城里的原因。好多时候跟动物接触比跟人接触要简单和轻松的多。小七月现在无条件的信任我，把我当他妈了，我也会一直对他好，好好照顾他。